我有钱人看那么多，我常常在讲，真的没看过这么屁的，没看过这么屁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捐钱很厉害哦？我们拿观众的斗内是网路乞丐，我捐钱吗？你现在就是台湾版的杰尼龟哦，杰尼龟那个乌龟的贴纸呢？要不要变成你公司的 logo 换一下？这是拐弯抹角呢？他说我跟你不一样，因为我不是网路乞丐。跟你不一样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拐一个弯说你就是网路乞丐，因为我不是嘛，你是嘛，我跟你不一样嘛，我不是网路乞丐嘛，你是。在这边，跟所有网路的直播主，跟所有做 YouTube 的，请把你们的超级留言关起来，也请各位做 Twitch 的直播主，你们都是乞丐。他觉得健身界不够大了，健身界可能人不够多。他现在要到网路界，他要批评网路界的所有人。要么你跟我一样捐款，要么你就是网路乞丐，你二选一啦。廖老大，你出来讲清楚。我本来叫你跟直播圈讲清楚，你现在侮辱我，侮辱我们这些，那你要不要跟我讲清楚？不要像杰尼龟一样，你的骨瓦康。哦，做骨仔囝，哦，我是在讲你啦。你早不是足怕要输赢，你的输赢是安尼哦，输赢就是有输赢嘛，是有钱了之后呢，去让你的思维，我不知道有钱人，我有钱人看那么多，我常常在讲，真的没看过这么屁的，没看过这么屁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捐钱很厉害，哦，我们拿观众的斗内是网路乞丐，我。捐钱吗？你现在就是台湾版的杰尼龟哦，杰尼龟那个乌龟的贴纸呢？要不要变成你公司的 logo 换一下？你的权状呢？我们观众想看嘛，好奇嘛？你做人对不对？大家看看你多炫富嘛，你就不敢炫了嘛？再炫啊！你知道越炫越没有人支持你嘛？有钱了不起啊，有钱讲话就会不负责任啊。对，阿管就是乞丐。天天求我的观众群抖内给我，天天求买我的东西。那我再反问廖老大，那你这么有钱，你这干嘛在网络上卖这些东西？哦，不要讲义卖啦，你都说你劳斯莱自己才全撞几台，你捐钱自己捐就好了嘛，你捐钱自己捐就好了嘛。这么有钱的人，什么几十亿身价，连捐个钱都要卖东西来捐，我觉得真的很累。馆长出来八年，无论是健身房还是电商，从来不会说什么义卖什么东西，要捐钱自己捐就好了。剩什么？我穷的只剩下钱。说知识没知识，说担当没担当，说肩膀没肩膀，说像个男人一样出来面对，留言都关起来。你的输牙是这样子哦。